啊，唔免烦恼啦，有客母伫个啊，总无讲我今日我都甲你报出来，就无可能搁你关入去啊。以后客母互你做靠山，无人搁来欺负你啊。嗯。客母，自从我嫁啊，离开我后头厝了，我都一个人孤孤单单。 我的蛋糕啊，甲母啊，食也袂晓食苦，我连一个会当讲心事的人都无。较早我还阁有你，客户，你话感觉我唔是一个人，原来我还阁有后头厝通好靠。忘掉，唔好靠吼，对，即马起。 我就是你的妈妈，嘛是你的后头厝。你唔是一个无依无我，知影无？嗯，莫搁哭啊！客户吼有甲你传猪肝面线，要互你食，通好去你的水。咱紧来等。嗯，嗯，行。我俩真是像嘞，原来是你单同学。 你哪会？唔管家都为拢介意大细声啊！妈，啊，你哪会把这查某吵吵转来啊？你哪会那无礼貌哈？什么这查某？蔡涵是我的客查某囝呢，我甲娶转来厝的，你是凭什么有意见？嗯，唔是啦，你进前哦，想要做客查某囝的时阵，伊可能还佫食正常，啊，唔过过这么侪年啊呢？ 哦，伊即摆已经行偏到迄太阳棒位安尼。黑秀兰，客母，你莫生气啦。过去我确实有做唔对的所在，我较看我是伫几号。我送你。你莫想遐尔多，客母来处理就好。 我嘛甲讲过，你着安全留来吼。你莫讲话啦。我是惊，阁害恁无欢喜。哎，来坐，阁看伊嫁了，我想要吐。等你。哈，你就是陈忠信。阿夫人。 对你我是无意见啦，啊，不过你这个客查某囝，你若真正要甲留伫迄恁厝哦，这下场你看不嫁，你就会知影。你即马是？阿妈，我知张爸误会啦，啊，我当年，当年因个离婚，阮爸确实会哭腔。免甲伊讲啊济啦。 对这种讲无两句的，就计较同少的事，大不出来较准存啦。歹是拄仔好啦，尔啦。我若不是看在阮文瑶这个囡仔袂歹，又搁是蔡下的高囝，也是我的查某孙阿月的好朋友郑云松。好啊，阮爸仔今日要做是阮家的代志，甲你无伫呆。我的囝绝对无可能变做你的孙家婿啦。爸，莫别讲话啦。我看到无？ 你讲的话哦，连小雨听袂落去啊！莫小雨，小雨都我叫我咧亲吼吼，人伊到即马连叫你一声妈妈拢袂够瘾啊！是啊，过去我较受做唔对，所以我袂怪小雨。但倒是你啦，在阮客户面头前，你上好是较规矩的，莫甲所有的人拢想做甲你共款啦，小雨。 啊，搁有超越因做阵，有啥物毋好？至少阮客户因这边的家世啊，有倒一点配袂去恁当家。我认为小雨甲超越，因是门当户对、老人财路嘛，是你这个毋食爸爸吼，才配袂过啦。我配袂过，你这个专门西瓜挖大饼，你才配会过啊？ 你甲小雨的恩，我先莫讲啦，就讲讲你比坐到这条，江中林伊都抵唔着，结果啊，
伊害你啊，用心计较，把所有的钱吞吞去，你要怎啊吐出来，害你一无所有呢？啊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看到这個老夫人有大对头烂嘛？你都把冤仇人当作文情人哦？我迄叫做知错能改啦，无参像你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你哦、喔，若无改变你的态度，你早晚就无好买。至少我后生替我碰到啦。啊，那你哦、喔，你若是较好运、较早死的，反正你这客户还阁替你收尸啦。单调些。好啊啦，拜托你，拜托你管好不好？你看卖。就是你这个不吃爸爸，让小雨歹做人啦。你若真正吼是为着小雨好，我可劝你，你最好改变你的态度。唔知道谁讲的话啊，小雨才听袂落呢。鹏仔啊，你讲话哦，别输咧奔风的，反起反倒，无一句是真的啊。你全部拢是为着你家己的利益，你就好像就是咧看到花就想要输的牛逼啊！你这是行到倒位，扫到倒位的替扫帚啊！莫讲别行啦，就讲今仔日这种情形啦，你哦、喔、就是忘恩背义啦，提走人的200亿，搁徛在遮歹亲情咧讲话，你就是叫做恩将仇报。无啊，迄恩将仇报，你是有较敖？你较点球无？这是你讲的伊底细，妈，我也无讲唔对啊。迄当初哦，若不是武当家己收留，伊即摆哪有这个机会翻过头来，甲武当领导，唔敢咧弄个煞听啊。点去啦？好啊，妹啊，妈咧讲话咧，妹都要应出应急啦。我问你咧，你是有啥物资格来批评阿霞咧？你这唔正老爸，为着要家己报仇，连亲生仔都来做你报仇的工具，太难搞，成这不道的老百姓。你要把这只牛逼当作报复，留在你身躯边，我无意见啦。我甲阮后生的代志，甲你无地带啦。你这唔正仔，我今日要替蔡妈妈好好来教训你。哎，爸。你唔通抓准你是时大，我就会当互你爸好算的哦。你把我就放开啦，放开啦，放心啦。我袂亲像这唔正时大，卡袂着对人起家动手。爸，小雨，我知影我做唔对代志，阿婆。你是不是会当原谅妈妈？阿妈，阿伯，拄将爸抬到，是嘞，我回去会好好甲伊讲。第一号过啦。你讲话嘛较客气的，妈，伊家己家己吼当作是千金小姐，伫咧房间内底，啊，等我煮好后，才要出来孝顾呢。我物件食都袂歹啊，怪我呐。你搁在应酬应酬，大夫啊，不要紧啊，我本来就是有罪在心的人，防看袂起，拄好有难。老林啊，你是咧讲什么戆话？你是我的客查某囝呢，这个家是还我咧做主的呢。来，囡仔，这猪肝面线紧吃咯，歹运才会走，好运才会来。嗯，紧吃。多谢客户。嗯。你先走，你先走。你是咧面线内面放啥物物件？无啊，我就想讲这个面线吼拢无味，所以我就伫咧内底放外啥味啊？
夭寿夭寿哦，你哪安尼哈？自我心嘛，只发慢慢慢，看到猪脚面线内面藏偌啥物？你根本就是存心的。吴小兰，这是姑娘酒呢，我跟你也无恨无仇啊，你现在怎么安尼创治我？哦哦，你看，骨卡锁出来啊吼，我看你搁加个胆子，你还点袂用的袂合，你真害呢！自阿哈入门了后哦，你若讲话借口多些，连笑话都算连连出来。我问你，在你的目睭内，还搁我这个大姐伫了无？妈，这边哪会当怪我啦？啊，这个查某歹死女就多呢，迄大家拢通人知啊。连伊后生家己都无得原谅伊啊，你搁家己撮撮转来哦？你是唔惊真正像像陈董讲的安尼，难道会变甲母甲同款的下场？点去？你咪甲看迄不食人的代志？你看唔食人话来听哦，够屎落去食的。事实都摆在眼前啊，你讲想要乌龙蛇毒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家是我的，我想要安怎做，你拢无资格甲我管哦。嗯。也可有，阿海今仔日会假骗去，那是命运创治伊的。伊若卖讲哦，这尔啊歹运的船，两个拢嫁了一款无良心的红婿，伊敢要行到今仔日这款地步是？对啦对啦，小摊害人哦，拢是别人的唔对，伊上无辜。无就讲文谣就好啊，这是民事你的一个查甫囡仔啦，啊连这个中年都这尔啊看重伊哦，啊你对伊嘛学落个会得志呢？现在做伊到即马，啊讲唔去原谅这个查甫，卖讲哦，无想要叫伊一声妈妈，喊看拢无爱看伊，你讲伫咧为何伊？哦，阿母，你莫为着我冤家啊！我知影是我家己做甲歹事，你无应该甲我抱出来。我迄个人怪了我来，受尽一世人这条。讲错音啦！你哪讲这款的话啦？你做你放心，阿母哦，一定会保护你到底。看什么人也好大敢欺负你，哈？知无？妈，你敢看不出来，伊根本就演技派的呢？你搁对伊咧唱口调，还是咧唱安怎的啊？秀兰啊，我唔知要哪讲你才好呢。你也会知影哦，天下敢有足侪囡仔拢无要认这个老母的，是踢倒过了了。恁通有迄支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嘞！哦，莫讲，拢莫讲，你以后哦，就等咧看伊阁会变啥物梦好啊！我看你以后莫在这支厝甲母弟母哥，我就阿弥陀佛啦啦！客户，你莫生气啊！我是对你等来。都惹出这么大的风波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哎呦，讲查某囡仔，无这款代志，你莫乌白想，知影无？若讲秀兰这个查某吼，就迄支嘴较笑那尔啦，剩下别项拢无半撇啦。你莫家己的话哦，放伫你心内，知无？嗯。啊，打一碗面线，好做个啥物好锅肉是？客户啊，随我做一碗来吃，吼。唔能啊，客户。袂用的，一碗猪脚面线你一定爱吃。来，你乖乖坐了等我。客户啊，随做出来，吼。想袂到尴尬，顶顶下下，拢对小雨的评价这尔悬。我一定要利用这点，稳定我的尴尬位置。